伙计，你们家老板呢？来喽，宁轩。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了？我今天去了一趟水燕居。穿成这去水燕居？怎么了？不帅吗？而且我还见到了沈娘子，而且我还用我的帅气征服了她，把我的产品留在了那儿，怎么样？厉害吧？变态！什么意思？我跟你大人，大人，嗯，哎，水燕居的水娘子突然捎来口信，这么快就回信了？她说什么？是不是我的产品很好用？哎，不是，水娘子说鬼白大人今晚住她那儿了。哎，鬼白？还有什么别的吗？没有了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鬼白也去水燕居？哎呦，这里面有蹊跷啊！鬼白已经查清楚了，这种标叫飞海标，是海寇专用的毒标。夫人应该是无意间听到两个人的谈话，所以他们才想下杀手。归海。原来如此啊，还请侯爷明示。这蛟龙帮表面上收取银子保护码头，暗地里让海盗去打劫那些没有交钱的商船。如此看来，他们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群龙无首的归海号。这东西伤的你？点齐精锐，从今夜开始巡视海防，重点保护归海号。是。宁轩来了，撤！把头都抬起来。后面那个，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。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人，怎么又是你呀？鬼白，去把沈连城给我带来。是。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。沈连城，你们蛟龙帮什么时候和海寇做起了打劫商船的生意？什么海寇？你这是在血口喷人，假死报复。把人给我带上来。走。走。你的手下李明勾结海盗胡大打劫归海号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明干的蠢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他们俩写的供词。
有什么能狡辩的？压下去！你需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在海防能只手遮天。去搜一遍船，免得有什么漏网之鱼。无人，去下一处吧。是。改成了飞婉阁，将舒恒高的名字改成了飞婉霜。舒恒高，季曼。哎，你看这个宁夫人是不是有点像季小姐啊？是吗？啊，是有点像，是吧？好像还真是。快找找。还有没有别的房子？嗯。土茯苓老龟汤。老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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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搬去思过阁啦。这几个字力透纸背，没有十几年的研习是不可能写出来的。这字迹怎么和夫人的那么像？这会不会是夫人的房间？那么他叫不是女儿，就是夫人。夫人，怎么还没来？还没起吧？还没起。哎，夫人，侯爷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穿着官服啊？我有话要对夫人说，穆须你先下去。哦，嗯。说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。你。不管你要说什么，你呢先给我过来把饭吃掉，一会儿该凉了，我给你剥个鸡蛋啊。我侯爷还有公务。对，公务要紧，你先吃饭，这事我回头再跟你说。你不吃饭啦？不吃了。
今日县衙所有的公务都被您处理完了。不是这万一肯定还有什么事能干。去审一遍沈连城。沈连城昨日刚审完。侯爷是不是觉得心乱如麻？这是心结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要去告诉他，他其实叫季满。您真的决定了吗？无论如何我都不该瞒他，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听天由命吧。侯爷，不就是跟夫人说他身份吗？至于这么紧张吗？滚，夫人又不会吃人。我是没事，跟你说不明白，反正我这一次是一定要说出口的。哎，你们老板呢？哦，在里面。里面？嗯。你也想听？有件事要跟你说，我知道你知道之后肯定会生气，我也知道我这么做不地道，但是我不能再瞒你了。来海方的路上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聂桑宇。近些日子我才知道，你是归海一刀的女儿，你叫季曼。我猜到了你会很惊讶，我也很惊讶，但当时疑点重重，我没法告诉你。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失忆了，我反而在想，你为什么接近我？你为什么突然变成聂桑榆？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有些问题我这两天想破脑袋都没想明白。但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我喜欢你，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想的都是你，梦里梦见的全是你。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这也是我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这么渴望和一个人在一起，而这个人就是你。季曼，这是我鼓足了很多次勇气想跟你说的话。无论你是生气也好，恶心我也好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
欢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像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什么都没听到。你要是敢把我刚才说的话跟任何人说，我就……哎呀！我没看到，我没听到，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夫人在哪儿？夫人去买原材料了。鬼白，侯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就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我看你一切顺利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那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其实上次都已经猜到了，在府里的时候，我没话跟你说。你有？我没有。你没？林轩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再审我几次，我都不会招。我今天不是来审你的，是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。蛟龙帮已有39人涉嫌杀人、打劫而被抓，当下的产业也因涉及弄虚作假、不交关税而被停业整顿。具体的有：明月楼，因为用腐烂的食材给食客吃，被关店整顿；清月楼也被举报酒中掺水，被关店整顿。给我滚！你这是家私报复！没了这些黑心产业，我倒要看看你背后的主子还坐不坐得住。